奔跑在魔法时刻，成长是必修的课。你看洛克王国多辽阔，因我们爱生活。明天还会有什么？什么呢？微笑，别怕困难多。不怕，我有最强的宠物，咕噜就在手中。喵喵，火花和水蓝蓝，都是我最好的伙伴。探险并肩战斗，绝不怕苦伦和恩佐。拥抱在魔法时刻，勇气能开出花朵。下晴天空一定有彩虹，我是勇敢洛克。在神奇的洛克王国，在维苏威火山的烈焰中，在怀特冰山的千年寒冰里，藏着每一位魔法师的终极理想。只有收集起八大徽章的人，才能够开启圣魔法的力量。前进吧，勇敢的魔法少年们！放我出去！所有的宠物都要听我黑魔法的命令。恩佐，你在做什么？你知道我的永生魔法需要大量的野生宠物吧？你要抓他们进行永生魔法实验。用怨念恶魔球来抓野生宠物太慢，这是我新发明的魔化魔法阵，它会向外不断辐射魔化光波，到时候整个索米亚大草原的宠物都会被魔化。哈哈哈，魔化光波会逐渐增强，而且会逐渐扩大控制范围，到时候所有的野生宠物都会成为我的试验品。恩佐，你快放了罗兰教授。洛克，你终于来了。洛克，快摧毁那个魔化魔法阵。这是什么？这个魔法阵会把野生宠物魔化成为恩佐的邪恶魔法牺牲品。不止这些宠物，还有你们，洛克、迪莫，我不会让你得逞的，罗兰教授，我救你出来。哦，我看你怎么救。不要管我，先打破那个魔法阵，救出恩佐。我要打败你，救出罗兰教授和宠物们。不知天高地厚。出来吧，迪莫。闪光冲击，打碎那个暗黑能量球。丁某，丁某，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出来吧，小狼羊。罗克、菲尔特，我们一起上。小狼羊，立即升起。龙族之王，守护之力。迪莫，我们的绝招都被反弹回来了。就这点能耐吗？龙族之王，沙尘狂风。紫灵鹰，从他后面攻击，飞翅连击。
就算你们人多，也不过是般小鬼，乌合之众。恩佐，我今日要和你算算玄玉岛的账。恩佐，你虽然厉害，但是我们团结一心，不一定会输给你。我们也上，出来吧，咪咪眼。看看我的黑魔法吧，魅镜分身。我还有事，先走一步。想跑吗？怎么可能？不用慌，我们上。交手呢就被吓晕了，真不中用。我是不会因为你们而和恩佐交手的，洛克，你逃不掉的。哼，我们明明已经得到八大徽章，没想到还不是恩佐的对手。八大徽章？对，我们可以启动八大徽章中的圣魔法力量。啊，什么圣魔法？我之前在十之密道中看到过老师们用八大徽章召唤出圣魔法的力量来对付恩佐。那么就只有圣魔法能对付恩佐了？嗯，是的，当时的确是这样。当年圣魔法差点打败我，现在这只是个分身，绝对不是圣魔法的对手。八大徽章力量，圣魔法。哇，看起来好厉害！他们真的懂得使用圣魔法。四个分身只会削弱我的力量，不合体难以承受圣魔法的攻击啊！是时候了，攻击吧，圣魔法！就看看你们有多少力量。好啊，我们打赢了。想不到圣魔法力量这么强大。什么圣魔法？原来刚好给我补充体力。只是稍微有点上火。圣魔法攻击竟然对他无效。洛克，这就是强大的圣魔法吗？你们的绝招没用了，你认输吧。啊，格里芬院长，你来得正好。啊，院长来了。想逃跑吗？宠物们，追上去，围住洛克。院长，你要是再不出手的话，越来越多的野生宠物会被恩佐魔化了。以学生们现在的实力，让他们单独面对恩佐确实有点为难呐。即使这是恩佐的分身，但力量也很强大呀。看来要派力量强大的魔法师前去支援了。嗯，谁？传说中的魔法强者雪诺。哎
见不到你了。嗯，洛克，看来你才是恩佐的目标，快跑！可是，走啊！若你和迪莫被恩佐捉回去，他会利用你们的力量伤害更多人。啊，嗯。被魔化而失去了本性，如果丁某攻击他们，就会伤及无辜，怎么办呢？是你用的障眼魔法，第一次用这魔法就把那些宠物吓跑了。洛克，这些都是宠物园没有被魔化的野生宠物，他们特地来帮助你的。哦，虽然你们的家园被毁，但恩佐的力量很强，贸然前去只会受伤。暗黑能量球的魔化光波已经传到这里了，大家快跑，不然你们也会被魔化的。我只能让这些宠物暂时不受魔化光波干扰，已经被魔化的宠物就没办法了。那也很了不起了。喂，你们等等，别冲动啊。洛克，怎么回事？这些宠物要去对抗恩佐。哦，这些魔化宠物也得到了我黑魔法的力量，这些废物过来一点用都没有。恩佐，你收了魔化魔法，放了这些可怜的宠物吧。你乖乖束手就擒，我就放了这些宠物。相亲相爱的住在这里吗？不要打呀。现在索米亚大草原的一半已经被魔化光波覆盖，越来越多的宠物被我控制。非凡、可莉、菲尔特，我们这样。往前冲，冲出去！
宝宝，你干什么？主人，洛克和蒂莫是我的朋友，你放了他们吧。哦，大魔王，你是恩佐的宠物。洛克，对不起，我骗了你，我是恩佐的宠物，我怕失去你这个朋友，一直不敢告诉你。你是谁的宠物都没有关系，你永远是我的朋友。强大了，我们用圣魔法也没有打败他。发动圣魔法需要发动者心中蕴含的八种信念来催生。就是八大徽章所代表的八种信念吗？是的，这八种信念催生的圣魔法能和所有支持他的人产生心灵契合，收集所有支持者的力量。大家的能量不会输给坏蛋的。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学会驱动圣魔法？别再浪费时间了，最后一击。恩佐分身，我们要彻底打破你的阴谋。哦，没想到败在你们这些小鬼手上。好了，大家不再自相残杀了。洛克，干得好。新的学期结束了，这一学期各位同学都付出了努力，虽然有的同学获得了好成绩，但希望他们也不要骄傲，而未如理想的同学也不要气馁，要继续努力。哎，蒂莫和水蓝蓝他们呢？刚才还在这里呢。蒂莫现在可是明星呢，刚才他的粉丝来找他，估计正在给粉丝签名呢。哦，粉丝。蒂莫、哦、怎么回事啊？这些忘恩负义的宠物，非说蒂莫救了他们，要让蒂莫做宠物园的大王。蒂莫哪有本大王厉害？怎么了？你不是很喜欢做大王吗？原来他们选个大王出来是要让大家来挡住恩佐的来犯。我是环保大使，是和平使者，我不喜欢战斗。我很高兴我们的学生能够夺取八大徽章，其中有几位同学表现得尤其出色。洛克，他在得到徽章过程中所展现的毅力和团队合作，不单只带领大家过关，还在最后击退了恩佐的分身，为本院解除了一次大危机。而可莉、菲尔特、非凡、卡普和贝德在整个事件中也全力协助洛克，发挥了友爱互助的精神。应该是我参与才能赢吧。
洛克，你要感谢本公主指挥有方，哈哈。洛克，这次真要多谢你，及时发挥力量，救了大家。洛克，你真的做得不错。还是全靠雪诺老师呢。不过恩佐一定不会死心，很可能正在谋划下一个阴谋。那就来吧，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守护我最喜爱的魔法学院，守护大家。耶耶耶！2.3亿小洛克不能错过的最强数落，洛克王国大电影四，嗨翻的冒险一起出发，不看不收心，8月13全国奔跑上映。远古的传说，是否有人去证明？沉睡的精灵记忆，什么时候苏醒？信念的指引，穿越时空踏入幻境。命运齿轮悄悄转动的时刻，要守护的约定。不要犹豫，鼓起勇气，朝着梦想飞奔而去。深重世界的正义魔力在你心里。探险路上跌跌撞撞，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洛克的魔法伴你左右，希望在等着你。不要犹豫，鼓起勇气，朝着梦想飞奔而去。深重世界的正义魔力在你心里。探险路上跌跌撞撞，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洛克的魔法伴你左右，希望在等着你。